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陈老师。那么本期视频咱们是带来宝藏矿车配合小海蛇加配合这个防导弹徽章，咱们来搞一期啊。那么这一场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难打，因为有海德拉、有鲨鱼以及龙车啊。那么因为我的飞虫启动加速不行啊，白嫖的飞虫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开机的话我启动加速加不过别人，所以说我拿不到领跑的位置啊，这里只能复位吃氮气，但是没有关系，咱们问题不大啊。我是技术主播，不是搞笑主播啊，希望大家这点能够分清啊。那么前面的话呢，我们双刺啊，一个飞碟一个氮气，飞碟去干扰一下第一名，氮气手里掐着啊，看一下这里的话呢，咱们吃到一个蚊子，蚊子放出去，这里的话被轮胎的这个印记给压扁了啊，但是问题不大。那么这里的话吃到一个火焰导弹啊，咱们先加速再踩一下，然后直接用氮气加速啊往前冲，这里的话道具又没抢到，非常可惜啊。看一下这里的话又是一颗那个轮胎导弹，非常难受。那目前的话我依旧是名次比较落后，看一下这里的话又没吃到什么东西啊。那第一圈的话我是比较的惨。好，这里的话咱们躲一下这个香蕉皮，目前的话我处在第六位，看一下前面的给我吃到什么。前面吃到一个闪电，一个氮气闪电去打一下前面的人，看一下，然后这里氮气往前冲，非常关键，这里会拿到第二名的位置，手里拿到一个护盾，现在我领跑了，那就咱们就好了。哎，刚说完又被那个打下来，但没关系，咱们已经放地雷拿到金盾，手里咱们这个金盾先稍微掐一掐，这个金盾非常关键啊，看一下，然后往前冲。这里的话什么都没吃到，问题不大，因为咱们手里有金盾。好，这里的话陈老师拿到第二的位置，看一下，这里是吃到一个水炸弹，咱们这边金盾守住，守住连续两波攻击，看一下这里，哎呀，又是个轮胎导弹，咱们直接复位细节啊，躲掉这个轮胎印记。前面的话大家有一个这个徽章守住了这一个导弹，然后这让小海触发小海车的被动放出地雷，这个小海车放到地雷又让我拿到了金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三件套的威力。这里的话咱们金盾守住这个攻击，不断释放这个地雷往前冲，目前的话陈老师处在第一位，这里的话有一个神网自爆水炸弹，但是我这个护盾直接是守住，非常漂亮。香蕉皮放出去，香蕉皮如果后面的人踩中，我也是拿到地雷，看一下这里的话飞碟强行减速没有办法，这里又是拿到金盾，金盾守住这攻击，继续撞下路障啊，都是细节啊。看一下前面有个白盾，那目前陈老师是第一了，白盾守住攻击，但是前面这个人是谁，你是什么干嘛的啊，这是我，但是没关系，咱们金盾直接是躲过他的震荡波往前冲，最后一波非常帅气。这个龙车故意啊，故意恶心人，但是没想到陈老师技术如此的牛逼，看到没有啊，我还非常奇怪，我明明是第一，怎么前面还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就是用来恶心人，但是对我没用啊，看到没有。那么陈老师我也是连续三把拿了第一啊，非常的牛逼啊。好的，本期视频给大家做到这边，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各位拜拜。